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安大雄，为你分享我的焦虑康复心得。今天啊，咱们继续来讲这本《焦虑症的自救》。其实，焦虑症在情绪上对人的折磨，不仅仅只是恐惧、焦虑，还会掺杂很多其他的情绪：失落、悲伤、抑郁、后悔，有时候还自责、还抱怨。因为确实啊。 焦虑症会影响自己的状态，搞得自己没法正常的工作学习，影响家庭和事业发展，感觉每天都度日如年，很难熬，看不到任何希望啊，对自己的未来呢也没有信心，甚至啊，逐渐的对周围的事物都不感兴趣了，啊，提不起兴致来，啥都不想参与了，就完全的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之中，感觉一切都是灰暗的。 感觉生活毫无乐趣。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，焦虑、抑郁、强迫啊，这三个呀，经常是三兄弟，他们经常在一起混。那焦虑的人呢，都会有抑郁的状态；抑郁的人也会有强迫思维。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前半段，咱们先来聊聊抑郁的问题；后半段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时好时坏、复发与反复的问题。 有很多焦虑的朋友啊，他们会焦虑自己的抑郁，那、哎、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们也会担心，哎呀，我现在这个抑郁状态会不会发展下去啊、呃，变成抑郁症啊？啊、呃，再变得跟那些明星似的，像张国荣啊，对我再想不开，我我跳楼咋办呢？哎，首先呢，还是得先搞清楚、哎，焦虑的人为什么会抑郁呢？维克斯医生在书里是这样说的：，抑郁。 是内在极度疲劳的外在表现，哎，其实很好理解啊。你看焦虑的朋友一直是在持续的紧张、恐惧，相当于什么呢？一直在搏斗啊，一直在逃跑啊，就像手机一直满载高负荷运行，那这个电量很快就消耗的差不多了，得充电了。这手机啊，它也就开启缺电保护了，它就开始卡顿了啊，开始限制你的一些操作了，对吧？ 而且呢，焦虑症的痛苦程度啊，说实话，一点也不亚于其他的疾病，啊，比起那些什么失恋呐、啊、事业失败，啊，比这些伤心的事儿还折磨人呢。而且身边的家人朋友啊，有时候也很难理解，啊，自己呢也很难接受现在的状态，感觉自己变得很颓废、很消极，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啊，不喜欢这样的自己。这时间长了呀。 自我否定加上精神内耗，也就难免会抑郁。这心情反正是好不到哪儿去了。有的朋友就担心呢、啊，哎，那我会不会抑郁症了，想不开呢？说实话呀、啊，咱们大多数人对抑郁症的了解也是很缺乏的，还是一堆刻板印象。平时呢，就是看新闻才知道的嘛。那新闻这个东西，经常就是啊，某某明星什么抑郁症自杀了。 但其实我们又搞不清楚这个事实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到底他们遭遇了什么，咱们也不知道。而且呢，这也是幸存者偏差。新闻呢都是报道坏的，好的就说的很少嘛。其实抑郁症的人大多数都是好起来的，好起来的方法呢也跟焦虑症呢有相通之处。其实对抑郁症的恐惧啊，也是一种一病思维的体现。 这抑郁说到底，这人心都是肉长的嘛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痛苦折磨的状态里边，是个人都是挺脆弱的。有时候呢，偶尔肯定会有轻生的想法啊。比如我自己，当时也是觉得，哎呀，这么难受啊，这未来呢，也可能说考不上什么好大学了，可能前途也毁了。哎呀，要不然重开吧，啊，老子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。 就但这种想法呀、啊，也是在那种难熬的状态下，就看不到希望了，才会去想的。就这也是合情合理嘛。但其实也就是想想，也不要怕自己真的就那么做了。就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了，要理解啊，理解自己的现状，接受自己的脆弱。然后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去缓解这个抑郁的状态，看看维克斯医生的建议。 他的第一个建议、啊、就是找点事做，啊，无论是工作，还是自己的事儿，还是对自己恢复有帮助的一些行动，哪怕是兴趣爱好也行，就是不要坐等着恢复啊，天天盯着他跟他较劲，完全没必要。而是什么呢？去充实一天的生活，可以给自己啊制定一些简单的计划。那我们就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，因为这样做啊有很多的好处。 首先呢，外界的事物它会吸引你的注意力。其实生活呀、啊，本来就是由这些日常的小事儿组合在一起。这些细微的东西啊，才是生活的乐趣。而这些事情本身呢，就会给你带来一种新鲜感。那比如说，像清晨的阳光洒落在窗台上，你可能去看一看你养的小盆栽，给它浇浇水，你发现它又长了新的叶子，还突然发现它开花了。 就是这些细微的感受、细微的变化，这就是幸福的来源。但是焦虑的朋友啊，经常不这样，他们怎么着呢？天天思考，很少去感受。这想的很多吧，做的又很少。举个例子啊，比如我自己，当时在家休学嘛，那心理医生让我去晒太阳，我说行啊，我说那我去，哎，我很听话的，然后我每天都到公园那个椅子上坐着。 平时天气也挺好的，阳光很温暖啊，空气也不错，但就是满脑子都在琢磨，琢磨啥呢？哎呀，你看我怎么能坐在这儿呢？我应该在学校上学呀、啊。哎呀，你看其他同学都在努力，我怎么变得跟个退休老头似的，像个异类？哎，我是不是已经被社会抛弃了？哎，你看那个老太太，不会是在偷偷看我吧？哎，是不是她也觉得这个年轻人怎么不上学呢？ 觉得我是不是特别奇怪呀、啊？说白了，就是满脑子都是自己和自己的那点问题，对自己的评判、否定、后悔、内疚，啊，有时候还经常抱怨，啊，假如我要是怎么怎么样，就不用受这个罪了吗？当你沉浸在自己思想的世界里的时候啊，你也就注意不到现在的阳光和风景了。所以，维克斯医生就建议啊，这抑郁的人可以试着多出门。 去找点事儿做，感受一下阳光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，看一看广阔的天空，多接触一些新的人事物。这些氛围会把你带出来。比如说，看看电影啊，去爬爬山啊，跟朋友逛逛街啊，去探探店啊，看一看有没有藏在角落里的美食。就说白了，就是你不要想着，哎，我一定要摆脱抑郁，我要自我疗愈，不是的。 而是放下自己，让生活来疗愈你。第二点，维克斯医生也强调了，他说：“抑郁的不是这个世界，只是你自己。这世界还是那个样子，它没有什么变化，它还在等待着你去探索它，去发现它的美好。只不过现阶段你的状态很差，需要修养，需要耐心的调整好自己。啊，不用着急。” 等你调整过来了，你发现这个世界又开始变得丰富多彩了。那关于抑郁啊，我们用书中的一段话来收尾：当你停止无谓的恐惧、抗争或逃避时，疲劳便会得以缓解，抑郁也会渐渐的消失。你现在的身体就像是一辆快放完电的汽车，如果你不停的发动汽车，电池就不会有充电的时间。 但如果你能放松下来，而不是一味的担惊受怕，生活的乐趣就会重新注入你的身体。抑郁不会永远存在的，所以你应该满怀希望的向前看，并飘然的度过这段时期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须记住，抑郁的是你，并不是这个世界。抑郁、啊，咱们说完了。 再说说反复和复发的问题，焦虑的朋友啊，经常是没有信心的啊，因为这个焦虑啊，一定会经历一个是好是坏的阶段啊，就是反反复复，经常好几天坏几天，最近感觉挺好的吧，结果一个事儿来了就给你击垮了，立马打回原形啊，真是这个磨人的小妖精啊，而且感觉情绪啊很容易激动，还是很敏感、很脆弱的。 尤其是，一想起来以前的那些感受啊，就会心头一紧。当状态差的时候呢，自己心里就嘀咕了：“哎，你看，好了几天又回来了吧，还一个不少，是不是我真的已经无可救药了？那些方法什么的都都是没用啊，都是废话呀、啊。”老话说得好啊，“一朝被蛇咬，是十年怕井绳。”这个情况怎么看待呢？这本书的第三十三章啊。 就是维克斯医生专门写给这些害怕复发的人。他说，很多人都会害怕反复、害怕复发，然后尽可能的想避免去想到他，总想忘记他，总在祈祷一切都是顺利的。他说，这样的心理是不对的，因为这说明啊，你还是恐惧他。他的原话说的很好，你一定要看清未来，你唯一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的恐惧心理。 是恐惧把你搞得不堪一击。如果不再恐惧，那神经衰弱也就不复存在了。神经衰弱不过是恐惧引起的一种表现而已，症状不过是身体的夸张反应而已。也就是说呀，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很脆弱，总感觉心不踏实，还是因为有恐惧。恐惧呢，其实就是焦虑症的本质。如果你害怕复发，总是时刻警惕着。 这也不敢做，那也不行，就会搞得自己很疲劳。其实这也是一种敏感，没有恐惧也就没有焦虑，神经系统也就不会亢奋了。当内心镇定的时候，平静的时候，你根本不可能产生焦虑。那如果恐惧再次出现怎么办呢？啊，不管是躯体、想法还是情绪，他们又来了，该怎么做呢？维克斯医生就说呀：“说恐惧刚出现的时候威力最大。” 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坚守阵地，放松身体，不为所动，恐惧就会慢慢的撤退，甚至消失。如果学会了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恐惧，就把它看作身体的自然反应，你就学会了摆脱的方法，你也就跨出了这个恶性循环。虽然它偶尔可能还会骚扰你，但是你已经知道如何应对它了。所以，恐惧啊。 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。慢慢的，你也就不会再在意他了，因为他不再重要了。那既然知道了面对反复的态度和方法，那怎么来理解自己反复的这个阶段呢？维克斯医生啊，用了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啊，说我们的恢复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爬山一样，有的时候你看似在往下走，好像是走到一个山谷里了。 也看不见太阳了吧？但其实这就是上山的路，这起起伏伏才是正常的。啊，你爬山的时候被小石子绊一脚也是很正常的。这虽然起起伏伏，但是大的方向总是上升的。当然了，这个状态确实是很磨人的，考验我们的信心呢、啊。但信心就是在这屡败屡战之中，在反复捶打之中才产生的。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信心啊，不是跟着现在的状态走的，就是我们相信啊，也许现在不太好，但是明天可能会更好，因为时间是伟大的，我们也在成长，我们一定要相信成长的力量。抑郁和反复的问题啊，咱们就讲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下一期我们继续分享，我是安大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